念佛最重要的。那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你从心生啊，念佛这个念头从心生的，从口里头念出来，从耳朵听进去，这样就能够摄心啊。许多人念佛时间很长不能摄心，就是杂念很多，用念佛的方法杂念去除不掉，于是怎么另外想别的办法啊，觉得自己业障很重啊，去寻找其他的方法消业障。殊不知念佛是最好消业障的方法啊，我们不懂这个方法，或者听了不相信这个方法。为什么不相信？我们学习的时候功夫不够，不是几句就能实行，要养成习惯才能实行，还没有养成习惯就想换别的方法，这就坏了。那而不能够一个方法坚持到底啊，这里说的三个人啊，夏莲老、六行、印祖，随便哪个人的方法都行啊，都把这个重点呢说到了啊。那么他今天在此地提醒我们，把这些重要的开示都写在此地，我们多看看，多念念啊，自己再试试看。那我们最大的障碍就是誓言放不下，这才是真正的功夫不得力真正原因所在啊！我们对六根、对六尘境界太在意了，不肯放下，不知道六根、六尘、六识都是虚妄不实啊，都应该放下，尤其是年岁大的人啊。中国古人是以六十岁为老人，六十岁花甲老人，六十岁甲子啊。李老师以前常常告诉我们，人到六十岁就要为来生打算，为什么？这一生差不多过完了啊，六十是人生的冬天呢、啊。六十到八十人生的冬天啊，把人生分为春夏秋冬，从你出生到二十岁春天，这二十年啊，二十到四十夏天成长了，成熟了啊，四十到六十秋天该狩猎了，六十到八十冬天要准备走路了啊，换句话说，聪明人要准备来生啊，人死了并不是就了了，有来生啊，六十岁以后认真为来生着想。第二个问题是，我平常比较喜欢以唱的方法念佛，因为这样呢我觉得很亲近欢喜，请问这样念可以往生吗？
往生的条件不是这么单纯啊。如果只是说啊，我这样唱着念佛了，就能往生，恐怕会错会意思啊。念佛，诸位要看清楚，你看那个中国字，那念字怎么写法？念字不在口啊，口里唱佛，你没有念佛啊，念佛能往生啊，唱佛不能往生啊。啊，念是什么呢？念是精心。你现在心里头确实有佛，这叫念，不一定在口上，口上念不念没有关系，心里头有没有佛啊？心里头真有佛，这叫念佛啊！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不是在口上啊，口上念是唤醒自己心里头要有佛啊，心里常常想着佛啊。佛是什么样子呢？那你就懂得是要那个经要念得很熟，佛的样子就是经上所讲的。经文太长了，我们很不容易记住啊，那我们就专选无量寿经第六品啊，四十八愿。阿弥陀佛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就是阿弥陀佛，常常想着佛的心，佛的愿啊，我们常常想，就把佛的心、佛的愿变成自己的心、自己的愿，这叫念佛。啊，你一生佛号都没有念，你想往生，你都会得生。如果你心里头没有佛，那古人讲的好吗？啊，一天到晚念十万声佛号，是喊破喉咙也枉然。为什么心里头没有佛啊？所以心要像佛心啊，愿要同佛愿，行要像佛的行为，那这个人肯定往生了 啊只要他想往生，他决定往生啊。所以这个念佛，这个念字不能够把意思错会啊，只要你心里有佛，你怎么唱也行啊，这个没关系的。第三，持名念佛计数啊，经常是记不清，且感到计数影响专心，请问如何做？这个计数跟不计数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啊，最重要的是清净心。祖师大德们提倡计数的方法呢，是帮助我们克定功课，不至于懈怠懒惰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啊，帮助我们精进。那么念到功夫成熟，就可以不必计数了。那么手上拿念珠，念珠是提醒自己念佛，让自己念佛的功夫一定要不间断，所谓是净念相继啊。所以念珠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计数，一个是提醒自己啊。
那么计不计数呢？都要看自己功夫的状况。如果自己功夫很好，心地很清净，可以不计数。假如自己功夫不得力，计数有好处。特定一天念一万声佛号，念两万声佛号，一句都不缺，对于初学有帮助。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一名在校学生，几个月前学习强留老居士推荐的呼吸念佛，觉得有一定收效，但不少人认为这个方法有问题，说呼吸念佛培养的是摩那什念佛，并不是出于智心。虽然摩那什念佛的心中还是妄念纷飞，起不到效果，请问呼吸念佛这个方法能不能用？念佛时妄念不断，是否妨碍效果？这个念佛时妄念不断，初学的人都有这个现象。不可能一学的时候你妄念就没有了，是不可能的。你看祖师大德还告诉我们，真正在从前这个寺院里面修行，净土寺院里面修行，念三年佛，你像这个印光大师灵岩山的道场，这是在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净宗道场，念三年，他说一支香还会起三五个妄念，那一支香是多少时间呢？我们寺院里面烧的香有长香，有一般的香，长香是一个半小时，一般的香是一个小时。那换句话说，就算长香嘛，一个半小时还有三五个妄念，功夫不错了。哪有的时候一念的时候就开始念的时候妄念就没有了？不可能的事情。怎么样对付妄念呢？妄念起来不要去理会它，你去理会它，妄念不就又多那个妄念了？那就增长妄念嘛，根本不去管它，把整个精神集中在佛号上，这样子妄念慢慢就少了。念到真正一个妄念不生的，二三十年的功夫未必都能做得到。所以要的是功夫深呐，不能着急这个事情急不得的。妄念是我们也养成习惯了，无世界来养成习惯，它自然就生起来，你压都压不住，所以一定要知道长时间的熏修，慢慢的减少，这就好了。如果你能够检点，我今年的妄念比去年少，这就有进步了。如果想到今年跟去年差不多，甚至今年妄念比去年还多，那你就不行，那就退步了。你要这样去想就对了。至于用什么方法也不一定，个人根性不相同。呼吸念佛呢，也不是强留居士发明的，自古以来就有。这个跟那个素习观的时候连在一起，哪一种方法对自己真正有效果，就是让自己妄念少，佛号能不间断，那就好。第一个，追顶念佛是否可以进行，持续多长时间为宜？
这是看你自己的体力，看你自己的环境。时间当然越长越好。这个精行呢，就是我们讲绕佛。这绕佛的时候可不可以用坠地念佛？可以。实在讲是行住坐卧都可以。时间当然越长越好。坠地念佛的效果是不容杂念夹杂。过去黄念祖老居士就用这个方法，所以他一天能念14万声佛号。第二个问题，他念佛时意守何处？大概就是讲的心，心安在哪里？安在佛号上。不要想其他东西，就安住在佛号上。古德教导我们，念从心起，从口里面念出来，从耳朵再听进去，字字分明，字字清楚，没有念错，这样就好，功夫容易得力。这一位同学问的，念佛静坐的时候，手如何接应？这个问题并不很重要，但是你喜欢接应也好。这个接应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手印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手语，佛家讲手印，就是手语。这个姿势彼此大家心心相印，代表什么意思大家都晓得，是属于手语。那么通常你看看阿弥陀佛的像，你看佛手是怎么摆法，叫弥陀印。我们手平放，这个拇指对拇指就很好，就只要自己身心安稳，静坐的时候这句佛号能摄心就好。那么第三，在念佛时，这个念珠必须怎么拿？你喜欢怎么拿就怎么拿，只要你自己拿得很舒服，拿得很习惯就好，没有一定的法。那么有人说念珠的时候，这个不可以粘过念珠头，就穿线的这个念珠头，这个里面呢，有一些呢，这个念珠头里面有佛像，是这么个关系。如果里面有佛像呢，当你摸佛像不恭敬，所以掉过头来。像我们一般念珠都没有佛像，没有佛像呢就可以，就没有任何忌讳。第二个问题是在念佛堂念佛，在日常生活修行，应怎样做？怎样做才相应？念佛堂是训练，是养成念佛的习惯。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工作也好，处事待人接物，这个心里头忆佛念佛，能够做到不中断，这就叫功夫成片。功夫果然成片，往生就有把握了。所以念佛堂是养成，真正功夫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第二个问题，既然说只要时时心持阿弥陀佛佛号就能往生净土，那又为何要受戒和修十善十善？如果你果然一心支持名号，你可以不要修十善。为什么呢？你十善圆满了。你可以不要受五戒，你对五戒圆满了。不但五戒圆满了，你对菩萨戒也圆满了。阿弥陀佛是世出世间第一等大善人，你的心跟他的心相应呢，你怎么不是大善人呢？如果你念阿弥陀佛，你还夹杂着妄想，还有自私自利，还有是非人我，还有贪嗔痴慢，那你要不修十善，不持五戒，你就肯定不能往生。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千万不能错会这个经教的意思啊！禅定是清净心的，六根面对外面六尘境界，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叫禅定，这真正修禅定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会被外头境界勾引，还会起心动念，完了啊！所以真正的功夫，真正的修行在哪里做呢？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里面用功夫。我们用念佛的功夫，这个方法好啊！念头才动，阿弥陀佛转了，转成阿弥陀佛了。这个里面戒定慧三学同时具足的，你能够转，你就守法了，这是持戒。进到外面境界，顺心的起了贪爱，贪心才动阿弥陀佛，转过来，这就是持戒。见到不如意的环境，心里不高兴的，阿弥陀佛也转过来。从你能转得过来，接受佛的教诲，佛教过我们这么做，我们就这样做，这是持戒。转过来之后，对于一切境界不再理会了，回过头来念佛了，这是修定的。一心称念阿弥陀佛了，会在其中啊。所以不晓得净宗修学的殊胜呢，戒定慧三学，你看一念完成，圆满具足啊！然后处世待人接物，那个善意自然就生出来了。所以修行的功夫前身没有丝毫的隐瞒，都流露在你的面孔，你的音声，你的一举一动当中，你修学的功力怎么会隐藏呢？表里一副修饰隐藏，
对世间愚人的说，那愚痴人看不出来，哎，会被你骗。真正有智慧的人瞒不过，一接触就明了啊。慧能大师一生讲经教学都是从自信流出来的，没人教他，他不认识字，也没有看过什么书，叶森根本没看过书，你问他什么他全知道啊，一点障碍都没有，自信的本具的智慧的相，我们都相信了，不是奇迹，不是他们专利，他说得很清楚，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这是什么？这是能力。啊，我们讲讲才艺，啊，技术，他什么都会，没有一样东西拦到他的。啊，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怎样开发我们自信本具的这些宝藏啊，智慧德相，诸佛如来都是用戒定慧的方法，叫戒定慧三学，能开发自信的智慧，开发自信的德能相好啊，那么净宗更妙，把戒定慧浓缩在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里头，具足圆满的戒定慧，太妙了，而且人人用这个方法都能开发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啊，只要能你肯信，海心老和尚、海庆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啊，诸位真正向着去学习，去正法，不要听外面人胡说八道。啊，念佛，个人有个人的念法，只要你念的字欢喜啊，念到心底清净，念到法喜充满，你就一直念下去，绝对没有错误啊，不必人家用这个方法我要跟他学，没有一定的，没有定法如来可说，这个要知道啊，不要随着别人转，不要被别人欺骗，你就对了。自己修行一定是持戒念佛啊，如果不持戒，你那个念佛的心不清净啊，心不清净呢，念佛功夫不得力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还是提倡弟子规，我们对任何人都不回报啊，这个很重要，他回报我，我不回报他啊，就没有事嘛，不要说听到人家回报我那自己就生气，那人家说人家回报你，你就接受了。
啊，我不接受嘛，不接受就那佛经上是不接受就退回去了。啊，这果报他承受，我不承受。啊，我听人家回报我。完全不放在心上，啊，不生嗔恚心，更没有报复的心。我们的心清净呐，故人修过人的嘛。啊，你看看这个十善里面，佛教我们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我们要照顾自己，我做到了没有？不管别人，啊，现在这个时代，民主、自由、开放，谁都不可以干涉谁，所以自己能够明了，好好修行，啊，修善，修善就是修十善，持戒就持五戒、十戒。这样念佛呢，决定得生净土。啊，至于这些对立呢，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对立就没有。对立一定是双方的，啊，一方面对立不起来，啊，就化解对立很好的方法，啊，化解矛盾。化解冲突，啊，我不给他对，啊，无论他怎么回报他，我对他恭敬，啊，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礼敬诸佛，啊，我对他有礼，我对他尊敬，啊，这个方法好。幕后一提，这弟子有时念佛，若什么都不想。很难扶住妄想，请问是否可以观想佛号和佛像？应如何观想？这是对的。啊，初学的人，不要说初学，老修，这个问题都常常现前。什么都不想呢？你躲在无明里头。啊，是这个。杂念太多呢，你在调举，这昏沉跟调举都是修行人的障碍。所以祖师教我们修观想啊，你比如说是你念佛的时候，你观想心里想着阿弥陀佛，行，或者心里想着呢六字名号。啊，四字名号，啊，我念阿弥陀佛，我想阿弥陀佛四个字，啊，念南无阿弥陀佛，我就想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或者是想佛像，啊，佛像呢最好一生供养一尊佛像，啊，到外面去旅行，佛像带的不方便，我们把佛像照成照片。啊，写成小章啊，随身带在行李箱子里面，啊，像旅馆上都可以用。啊，总是我自己供的这尊佛，啊，为什么呢？这样的观想容易成就，念念不忘，将来临终阿弥陀佛来接引呢，他就现这个像，所以你就非常亲切。啊，我天天想着阿弥陀佛，终于想到了。啊，他来接引我了。啊，这是好方法啊。念佛时妄念纷飞啊，就改用啊计数念佛法，从一到十如此反复，妄念是少了，可计数啊好像成了主要的。怎么样解决
这个佛号与技术之间的冲突，你不要求解决，你就可以一直用这个方法啊，一面计数一面念佛啊。古大德用这个方法成就的人很多啊，所以为什么叫你用念珠呢？啊，初学的人念珠决定是计数的啊，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放弃计数？心已经定了，妄念少了啊，那就可以不必了。哎、啊，把技术也放弃掉的时候，专心念佛，他心是定的。啊，所以你现在心还没有到定的这个时候，应该继续用这个方法去念。这位同学问的，他说念佛起非常恶的恶念，如无逆十恶。要如何去对治？最近心情好像非常邪恶，是不是着了魔？是不是着魔呢？你自己很清楚啊，这个也用不着问别人。如果有这些事情，念佛的时候要忏悔，你能把这些恶念啊，恶念很不好啊，把这些恶念呢要铲除啊。那么在念佛堂里面多拜佛啊，多拜佛，多看佛，叫观相念佛了啊。所以我们念佛堂这个四周啊都悬挂着阿弥陀佛的佛像，无论走在哪个方向你都能看到，看佛的相好啊，把自己的念头放下啊，这非常重要，这就是修忏悔法门啊。那么最好呢多拜佛啊，心里头所有一切念头统统放下，意志集中啊，念阿弥陀佛，观察阿弥陀佛，礼拜阿弥陀佛，这个很有效果啊，这样做非常好。他第二个问题是念佛一直念，若遇到毗尼日用上的那一些咒时，还是要停下来念咒完再念佛，还是能继续念佛？古德教给我们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你如果对念佛的真实意义懂得了，你的问题就没有了啊。我们在讲净土经论的时候讲的很多啊啊，你念这些咒，南无阿弥陀佛也是一句咒啊，这全是梵语音译的。中国文字里头没有啊，我们念佛的人不知道啊，所以还要求去加密咒，或者是去加参禅，这都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对佛法没有认识啊。固然认识清楚了，一门深入啊。如果你真的想明了为什么要一门深入，你自己可以认真反省一下，
哪一种方法修学对自己真有利益啊？如果我又念经又念咒又参禅，你就试试看啊，同时学很多法门，你的心很清净，你的妄想不生，你的智慧增长，那就有用了，效果就得到了。如果这种修学的方法妄念多，烦恼不能减少，这个方法对你就没效果。中人以下，就中等根性以下的一门深入有好处啊，因为他心定在一桩事情，他没有第二个念头，容易得定，容易减少妄想烦恼，容易开智慧，就这么个道理。所以法门搞多了，困难就来了，越专越纯越有效果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是上上根人，那好，那就好办。我们不是上上根人啊，这个一定呢要知道。第五，念佛听经时间应该如何分配啊？一定是以念佛为主啊。那我们的这么多年的经验啊，念佛每一天听经不能少过两个小时啊。听经现在是用这个方法建立共识，就见惑通解啊。不听经呢，就会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啊，那人与人之间就很难相处啊。所以听经呢，就是帮助我们化解啊，化解我们彼此当中的矛盾冲突啊。这个是用听经的方法了，都听佛的教诲嘛，比较上好啊。以下一个问题，就是拜佛念佛要想做到全心专注，是不是与平时多听经明理有关系？换句话说，道理明白自然可以一心，强求一心也是妄想什么？对的啊，一心不能强求，强求就是妄念啊，妄念怎么会到一心呢啊？一心啊，怎样才能得到一心呢？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好，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是真正的一心，理一心啊。那么如果只放下执着不执着了，还有妄想分别了，叫四一心啊，那个不是理一心啊。那么在华严经上啊，我们知道这个标准啊，离一心是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那是离一心。无明没有破的时候都是四一心，那由此可知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是四一心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那么这四个等级呢，就是四一心里头有分四等啊，不一样啊，超越十法界，那才叫离业心啊。离业心里面有没有等级呢？也有。怎么知道有呢？华严经说化身菩萨有四十一个阶级啊，那就是离业心的等级不一样啊，啊！但是离业心里面，说实在话，这个界限是很不容易观察到的，
啊，因为他都是不起心不动念。那等级差别呢，那就是无始无明习气未断，差别在这个地方啊。对于法身菩萨来说，他跟十法界众生感应道交啊，应化在十法界，那个智慧德能完全没差别啊，差别只是无明习气厚薄不一样啊，不像呢这个十法界里面，十法界里面的这个差别现象很显著，我们很容易啊就查出来啊。所以对于这个听经言教啊，确实是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么多听经，多学经教，你就明白了啊。那么下手之初，我常常讲啊，我们是凡夫啊，啊，凡夫要想做到一心不乱，说老实话，离一心这一生没分。四一心恐怕也达不到啊，那怎样呢？功夫成片可以知道。那功夫成片呢，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啊，古来祖师大德讲的万修万人去，就是这个地方啊，不是说十宝图，也不是设方便土，同居土真的是万修万人去啊！这个是西方净土无比殊胜的这个教义啊，我们要明了啊。那么功夫成片等级也不一样啊，最低的等级就是你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呀，这个心里什么都没有，这就成片了啊。那么对于你这个工作妨不妨碍呢，一点妨碍都没有啊。我们举一个例子，这是谭旭老法师在香港讲的，别的地方我相信他也讲，我们是在香港听到的啊，听他老人家说的。他在东北，他是东北人啊，哈尔滨极乐寺是他老人家建的啊，极乐寺建成之后啊，他是方丈和尚嘛啊，他就开戒，请他的老师地贤老和尚啊当戒和尚啊，做这么一个大的法会庆祝道场啊落成啊。这当时有一个出家人叫修无寺啊，那么在这个传戒当中啊，讨一份工作啊，就是照顾啊在戒期当中生病的这些戒子啊，他发心照顾啊。修无师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没有出家之前他做泥水匠，生活也非常清苦啊。出家之后在寺院里面都是做苦工啊，粗重的这个活他来干啊，像这个种菜呀 啊这个寺院里面呢这个搞卫生呢，他搞这些东西啊，都是别人不愿意做的啊。他什么都不会，就念一句阿弥陀佛
居然在戒期当中欲知实知往生了啊，他在戒期还没有多久啊，就向老和尚告假啊。谭老很有修养啊，啊，无所谓啊，啊，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当家是定西老法师啊，也晚年都住在香港啊。定西老法师就没有谭老那么样慈悲，就责备他：“你来了才几天，开戒嘛，两个月嘛，你们戒期完了你再走，怎么过现在你就走了？”他告诉两位和尚，他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和这两个人带走了。到极乐世界，你真的有把握吗？有把握。什么时候？不出十天。那这个老和尚去很惊讶了，这是很了不起的一桩事情啊，那就答应他了。第二天他又来了，说老和尚我明天就走了，赶紧给他准备后事啊。他到底真走了，你看没有生病啊，那么清楚啊，这是什么功夫成片啊，没有别的，他心里头那么多年来这个出家修行就是一句佛号，他什么都不懂啊，寺庙里面的工作做得比别人认真，为什么呢？修福啊，福慧双修啊，念佛是修慧啊，工作是修福啊，福慧双修啊，他成就了。地仙老和尚看到这个事情，在传戒时候跟大家讲，这是最好的榜样啊！啊，所以为大众服务，大众对他并不感激啊，啊，他也没有什么地位，也没有什么声望，啊，在寺院里面做苦工的，谁也瞧不起，谁也瞧不起他圆满功德，啊，人家赞叹一分呢，他功德就减少一分呐，没人赞叹他。一般人看到嫌弃他了，你这个做的还不够好啊，所以他修的是圆满功德啊，真值得后人效法啊。所以心里面啊，是什么样工作照干无所谓啊，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心里面除了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多清净啊，啊，这就成就了。如果心里面还有自私自利，还有是非人我，那就完了啊，那就是轮回心啊，在道场是造轮回业，这个就很可怕了。第六个问题，有人说每天念佛要念几千声几万声才有用，但如何能专注念佛，又能知道自己念了多少？这个计数念佛是一种方便法啊，为什么呢？让自己的这个意志能集中啊，减少妄念，因为有妄念你就不记得啊，所以计数念佛了在初学上讲着很管用处啊，念熟了之后妄念很少了，就不要计数了啊，不要计数呢再计时间，你比如你一天念几个小时啊，大概几个小时自己也很清楚念多少声佛啊，用这种方式，功夫得力不得力了，不是念佛念多少声的问题啊，而是什么？而是一心专注
这个就行了。啊，再给你讲的明白一点，你心里头真的有福，那叫念佛，口里念不念没关系，心里头真有。到临命终时，圣念一念决定得生。啊，如果说一天纵然念个几万声，心里没有福，心里还有贪嗔痴慢，还有是非人我，那就是古大德所说的了，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一天念个十万声二十万声都不管用。那为什么？心里头没有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啊，啊，心里头真有佛，真有佛，这个世间世缘呢自然就淡了，放下了啊，念念跟阿弥陀佛都相应了啊，这是真念佛人。第三，百万洪名，说每一天十四万一千句佛号啊，十四万一千号，一千句佛号啊，就是十四万里一千呢，是否如法？都如法。啊，在通常一般讲呢，啊，一天能念十万声佛号就非常好。啊，如果不能，啊，一天念个一万声，啊，念个三千声都可以。关键是每一天不能间断。啊，如果有一天间断了，你的功夫完全就断掉了。粗发心的人，不要每一天呢啊学好看，啊好强争胜，人家念一万，我念两万。跟人家比赛，这个竞争的心是错误的啊！必须要用很清净平常心啊，静念相继啊。我们曾经教工作最繁忙的人啊，我教他一天念九次啊，一次呢大概只要一分钟啊，很有效果。这个九次早晨起来念一次佛，早餐吃饭之前喝掌，我的方法是一口气念十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十句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这个里头决定没有妄想，这叫静念的。十句相续啊，就是静念相续，我们的时间短啊，心决定是清净，一分钟的时间，时间太长了，妄念就起来了啊。所以一天多做几次啊，早晨起来一次，早饭一次啊，上午你去工作做一次啊，中午吃饭一次。下午工作一次，晚上吃饭一次，晚上睡觉之前一次，一天九次。时间虽短，一次都不缺，很有效果。这是对于工作很繁忙，没有时间来念佛，这个方法很有效果。啊，这位同学问的，黄念祖老居士每天念佛十八万，是用什么方法？这个事情要问黄老居士，不能问我。你问我呢，找错了人了。啊，实在想讲念佛，啊，这个念多少啊，不重要。啊，
那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念到心清净，要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念掉，要把是非人我念掉，要把贪嗔痴慢念掉，就成功了啊！所以我们念佛呢，不一定要学人，人家一天念十万，我也跟念十万啊，他一天念二十万，我也跟他念二十万，那就错了啊！每一个人因缘不相同啊，念十八万声，这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追顶念佛啊，一句记一句啊，真的所谓是风吹不透，雨打不实啊，一句接着一句，完全没有间，没有这个间隔啊，是用这个方法啊。个人根性不相同，个人修学环境不相同，最重要的功夫得力啊，这个这样就好。第六，这念佛时分辨发音准不准确，是否是妄想，是妄想啊，音准不准确没关系啊，最重要的你的心要虔诚，是诚字灵啊，不是说音准就灵，音不准就不灵，不是的，诚字灵啊。如果要说音准确，恐怕现在没有一个人念佛音是准确的。释迦牟尼佛距离我们三千年了，他老人家当时念的什么声音谁知道啊，这传了三千年通通传的不一样了，哪里可能有准呢啊，就是所以他这个念呢，念佛的你看念是精心，现在的心啊，心里头真有佛那叫念佛啊，口里有佛心里没有佛，古人讲的话很有味道啊，说口念弥陀心散乱，口念弥陀心里没有啊，心里还胡思乱想，喊破喉咙也枉然啊，最重要的心里头有啊，心里头确实常常念着佛，定念着佛啊，希望我能够这个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常常有这个念头啊，这个世间的拉拉杂杂全放下啊，你想这个世间的那个念头就是叫轮回心啊，学佛也是轮回业啊，也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我们要把这个念头换掉，念头完全跟佛相应啊，这个世间的时候一切放下啊，不要等啊，等我将来快死的时候再放下，那时候肯定放不下啊，什么时候放下，现在就放下，就不要去理会，你就心就得清净啊，清净心生智慧呀，清净心对身体健康是最大的帮助啊啊，你不会生病的 啊你也不会衰老啊，所以清净心比什么都重要。第三个问题，在心经上说，五色声香味触法，念佛时不去想念啊，不去想念的对不对，发音正不正确，可以吗？如果念错音是否相应？在理上讲得通，在事上有问题啊，理上怎么能讲得通呢？如果你是真诚心啊，什么叫真诚心呢？一个妄念没有，就叫真诚。你还是有妄念的，你有妄念，你的心不诚啊。那不诚呢，
这些仪轨就要遵守啊，这是恭敬啊。如果真的没有妄念呢，可以不必要仪轨，你自己喜欢用什么方式都行，效果都不可思议啊。佛门里面有一个公案啊，佛家讲公案，我们一般人讲故事啊，很多同学都很熟悉啊。啊，以前有个老修行念六字大明咒啊，嗡嘛呢叭咪吽啊，他念得很熟啊，他但他念错了，他念嗡嘛呢叭咪牛。啊，他诚心念呢，啊，他用豆子计数啊，啊，到最后的时候，那个豆子不要自己去念了，自己会跳过来。他念的时候念一声，自己会跳，啊，感应不可思议。以后人家讲，哎呀，老刘师，你念错了，那是念哄啊，不是念牛啊，后来就改。该哄豆子不跳了。所以在这下面是诚在灵，这最重要是真诚啊，诚在灵啊。啊，我们没有达到那个真诚的时候要守规矩啊，那就记得要守规矩，守规矩是表示我们的恭敬心啊，这样就对了。那么念这个念佛诵经呢，什么都不要想啊，就是这个我在讲席里讲过很多次啊，啊，诵经念佛了是修行啊，修什么呢？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这个方法妙绝了，那就是我们念佛或者是这个诵经啊，只是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念清楚，没有念错，没有念漏掉，没有念颠倒啊，什么意思不要去想啊，老老实实去念，念久了心就清净，妄念不生啊，所以它是修定的一种方法。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修禅定啊，有定里面就有戒啊，你就不会犯错误，不会有妄念，这个叫什么定共戒啊，所以定里面有戒，戒里头没有定，定里头有戒啊，所以因戒得定，戒是方法，你遵守这个方法啊，所以读经的时候不要起妄想，听经的时候也不要有妄想，听懂就懂，不懂就算了啊，千万不要去想，一想就错了啊。你看看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教我们教得很好啊，啊，怎样去读经，怎样去听讲啊，立言说相啊，听讲的时候不要在意他的言语啊，不要在意这些，那也就是不管这些，只管去听好了啊。立名字相，这些名词术语啊，平常你要熟悉啊，在真正听经的时候、读经的时候，也不要在意。啊，立心缘相，心缘相是什么？是想了解他的意思啊，都不许可用。你这样听经啊，心是定的啊，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己心里头一个妄念都没有，这样听经会开悟啊。啊，这个就是啊，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这叫会呀，啊，不会的人是什么呢？着重他的言语，啊，着重他讲的意思，哎，听还要去记，你说糟不糟糕？
啊，那你所记的，你所听的，全不是佛的意思。佛没有意思。啊，佛的意思呀，要到你清净心，听了之后啊，一念不生，佛的意思你就会明白了。这叫慧听呐、啊，啊，这个叫慧学。啊，清净心得到了，这菩提心全具足了，啊，真诚在里头，平等在里头，正觉在里头，慈悲在里头，全都现前。这一个，这是五个，一个得到了，五个都得到了。啊，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我也曾经跟诸位说过，我们刚刚开始学讲经的时候。遇到这个经文困难的地方，不能理解，讲不下去了，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参考书的时候怎么放下？拜佛，啊，拜上三百拜呢？哎，忽然就灵感来了，就通了，哎，什么都不要想他，一心去拜佛，求感应，他真的就会通。这是感通啊，至诚感通啊。那么第二，他问念佛可以转变定业吗？可以。念佛转变定业，要念到理业心不乱呐、啊。事业心还不行呢，所以念佛这个功夫有浅深不同，但是决定转业，功夫浅的可以转你粗重的业，功夫深的可以转微细的业，到定业也能转。正是古时候白丈大师所说的，不昧因果啊，不昧因果就是能转定业啊。可是诸位要晓得，不能够消除定业，可以转定，把恶业转变成善业，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这一句佛号确实有这个效果。底下一个问题，怎样才能真正消除业障？真正消除业障啊，就是真心忏悔，断恶修善啊。在佛门里面持戒念佛，依教修行，消除业障的例子很多。道教里面以感应篇修行的那个消业障也不计其数你们看看这个安世全书里面所说的太上感应篇汇编，这个里面的例子佛门称为公案，就是故事消业障，这个例子1000多条你可以细细看，真有效它不是没有效一定要真心去做，改过自新去发现自己的过失，
这个人叫觉悟了。觉悟之后啊，要把自己的过失割除，这叫修行。所以悟后起修啊，你没觉悟，你不知道怎么修法了。修就是把错误修正，这叫修行。啊，这句话了，总是要把它记住。修正自己的错误叫修行。啊。现在很多人不懂，以为修行呢，我每天念多少经，要拜多少佛，啊，以这个来作为修行呢。如果你心里面过失啊一丝毫没有改，你这种做法没用啊，叫迷信啊。啊，古人所谓的。头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就是指这种修行人没有用处的啊。真修行那就是知道自己的过失，赶快改。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啊，灾难多，灾难就是报复嘛，物业所感召的啊，灾难再多，我能够真正改过自新，消业障，积功德，无论什么灾难你遇到了都没事啊。为什么呢？你已经 超出了，你不在这个灾难圈子里，所以你不会受难啊。有时候呢吃一点小苦头这个无所谓啊，你能够承受得了的。第一个是念佛可以消灾免难之理，你要想懂得这个道理。世间所有一切灾难都是从不善的念头、恶业的行为里面所产生的。这是讲啊一切灾难的根本因素。佛在许多经论上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你明白这个道理，念佛可以消灾免难，你就能够懂得了。念佛是所有一切法门里面最善的法门。难怪在过去清朝乾隆年间，慈云灌顶法师给我们讲啊，佛门里面所有的金灿都消不了的重灾大难，念佛能够消除。你要问这个道理在哪里呢？一切的金灿不是不善的，没有达到究竟圆满。念佛是究竟圆满的大善。这个很少人知道啊。我们在讲学里面虽然讲过不少遍，真是所谓有缘人才能听到，
听到了啊，他就能记住，他就能深信不疑，这尤其是难得。过去古来的祖师大德，从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法，做过精细的比较，要找出世尊所说的重点核心。那么找到是华严是一切经的根本。华严经到最后直归净土，净土第一经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精华是48愿，48愿的核心是第18愿，18愿就是持名念佛。这样找出来呀，不仅是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的佛法是以念佛为核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无不以念佛求生净土为修学终极的目标，所以念佛的功德无比的超胜，没有能跟他相比。那现在我们似乎看到念佛的功德效果不怎么大，不是想象当中那么殊胜，原因在哪里呢？是我们念的不如法，不合理，不如法，所谓是有口无心，念佛的效果大打折扣了。如果如理如法的念佛，功德不可思议，什么样的灾难都消除了。道理我们要懂，然后信心呢就具足啊。底下一个问题，他持名念佛如得离四业心，是否可谓密宗之显修？显密是一个道理，显密不分家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这一生当中念佛要能得离心大概做不到，得四业心可能也做不到。四业心是阿罗汉的我们在华严经上讲了很多，四业心是什么呢？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执着断掉了。你去想这个事情不是容易事啊，那是四业心的我们这一生真正可以能做得到的是功夫成片，待业往生这是真正能办得到所以教理要清楚为什么要读经，为什么要听经，断疑生信呢？我们疑问疑虑很多就要听经了。如果真的没有疑惑了，经就不要听了，一心念佛就好我们这个疑虑太多，不用经教你就没有办法断疑疑不断，信心不能坚定。
啊，所以这个学教理对我们这些根性的人说，目的就是断一生心啊，这个道理啊要懂。这位同学问的，他说：“请问，为何唱诵佛号越大声，头部就越痛，有时还想吐，有时会呀莫名流泪，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业障深重，愚痴无明的影响所致？”这个念佛大声念头就会痛，你到念佛堂就问问他们，大声念的他头痛不痛？你会头痛，别人不会头痛啊！确实你说的没错，这是业障啊。念佛不但不会头痛啊，越念精神越好，越念越欢喜，念到法喜充满了啊！所以人家念佛可以不眠不休啊。禅宗里面禅悦为食啊，念佛人呢，持诵为食啊。那我们念佛，这的效果相反，自己一定要反省，要检讨啊，我们一定不如法啊，或者是理论上不透彻，心里面有怀疑。